好，我是姑妈，欢迎你们来到姑妈时间。今天介绍这道菜是姜丝麻油鸡。姜丝麻油鸡是一个很滋补的食物，因为每个女孩子都不懂得珍惜身体，而且来月经的过后就要用这道菜。姜丝麻油鸡是用新鲜的鸡腿，把它砍成小块，然后就用那个姜去放麻油去炒，炒了，然后就放鸡下去，然后有放黑木耳，黑木耳是给我们女孩子，你们男人都 OK 啦，是通血管的。这道菜在姑妈家